较大，较大，嘿，像只话吼，伊生这两拍只也拍，伊咧成熟。对对，营养分嘛，做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拢爱透早加，就是较一定的意思。嘿，少加都。对，葡萄唔是讲食乌的，爱食口味的，话这种的你食着足甜的。啊，话就是讲伤热，伊嘛袂。袂乌啦，袂乌。哦，袂乌。嘿，变袂乌啦。伤热就是讲30度，过。葡萄就袂乌啊！啊，你即枯头，哦，你著直直甲加出去。啊，即卖啦，像即个天，甲10点过吼，就袂使摘啦。啊，爱今日休困哦。哦。葡萄我那也袂用的。啊，所以讲下晡时间嘛，无好就对啊。无好，无好。下晡时间无好就对。来透早加只。哦，啊，你穿650公，穿这都唔通加。就较意识会较来问，我当时要会加咯。哦。啊，就该买。啊，你足够起安尼有偌济？你著甲你买几年？哦，阮。已经四五十年啊，哇！啊，咱客哦，西瓜葡萄开始要大量生产啦，吼！啊，真侪咱即马防疫期间吼，真侪果农吼，拢透过电话还是视讯吼，互咱客户了解吼，咱果园的生长的过程啦，吼！啊，直接来了落订单吼，啊，利用宅急便吼，啊，送到咱消费者的手中吼，啊，直接根据学者吼，研究报告吼，咱。葡萄呢，它里面有含有很丰富的那个单宁酸哈、哦，对咱人体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帮助哈、哦。啊，叔叔在家哈，欢迎大家来客户吃咱客户葡萄，好吃甜 Q。我就是阮这产品，大家咧讲吼，其实介绍甲旧年差无偌济，但是你若因为今年较无雨水吼，伊话人的葡萄会较细粒一丝仔，伊介绍就会较俗。但是你品质好，的介绍嘛是同款真悬的对，因为大家拢烧钱咧抢葡萄啊，像阮这有无吼？以往吼。因的搬箱，比如讲啊，高雄的搬箱、台北的搬箱、万宁的盘商，因拢会来葡萄园很试食，吼、哦、啊，看你的货，啊，甲你讲介绍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因拢较无爱走，所以因今年真巧，拢用迄个智慧型手机，吼、哦、啊，透过那个手机的视讯，吼、哦、让他看看整个葡萄园的情况，哦，哎、啊，你阮算买拢开了10年，拢真有信用的人客啦，所以因透过这个手机啊画面看到了，吼、哦。就两组人客，就甲阮所有的葡萄种拢种毛了了就对，而且吼、哦、一工是无限量，你会当加偌济做你自己加来就对，表示伊嘛是有销，毋是无销。嗯、只是讲啊，有的人就是讲哦，话、啊、是做栽培市场，像阮种毛人专门拢做栽培市场，因的栽培钱就搁增加真济。哦，啊，但是因为阮较无遐济人通啊种葡萄，所以阮今年就无做栽培，全部就是拢交互搬箱安尼就对。哦、你看这有大牌无？嗯，足甜，你无看？有无？这你无看？各位咱欢迎今天听众朋友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咱中。